他也会，会吗？他也会。我这跟他都不一样。对，哎呦，看我给你来一个，嗯，不就这玩意儿吗？嗯嗯嗯嗯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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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确实精彩。你听到我唱什么了吗？没有。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唱什么玩意儿。但是你看你还说好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因为你除了口技以外还有身体的肢体语言。哎呀，这难不倒、所以还是姜是老的辣。姜是老的辣。但是现在啊，你可以回去了，陈大哥。啊，行了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个现在啊，来来来，陈爽陈爽，那个这个现在这个舞台啊，坐不住了，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。哎，陈爽是女生啊，其实对女生这个短时间的考验不容易啊。我给好朋友们唱一段二人转里的一段民歌，让好朋友们记住我啊。其实来到今夜有戏嘛，必须得来段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一段丢戒指。嗯，姐呀呀，花园中羞涩容。折了我的手心，又甩手丢了金戒指，让哎哎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这是甜美哈、这一段啊，甜美啊，当当里个郎呀，完了，疯了。哎，好，现在就是汤朝哥。汤朝刚才唱的是《狼爱上羊》，是我们大家都最其实汤朝哥呢，他的歌呢，大家在 KTV 里边。火点击率是最高的，没错，传唱率是最高的。你要本身是歌星，你呢就模仿一个歌星，你喜欢哪个歌星你就模仿哪位。大家模仿段刀郎，刀郎的啊，刀郎的好啊好。你只要不模仿你自己，模仿谁都行啊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，带走了最火热的狂野，行吧？好，词儿忘了。来吧，陈大哥，又该您了。你整得动了？这整得动？我不行了，我给他吃药。没有，我今天就特别好奇，有没有哪个项目是陈大哥他不会的？来，我来一个啊，那也行。昨天所有的荣誉。已变成遥远的回忆。好，刘欢老师啊！哇，膜拜膜拜！再出个难点的，高玲。女的，你有会模仿的吗？这我不行，我没那两下子。80岁的刘欢，有人说了，就刘欢老的时候。刘欢老了。谁见过80岁的刘欢就啥样啊？其实我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你给穿越一下。就老旦版的刘欢。没有花香啊。没有树高啊，起高了。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嗷嗷嗷草啊，从不寂寞呀，从没烦恼过呀。你看我的花满遍地呀，还叫啊，哎呀，还叫啊，哎呀，哎呀。没有抢着我讲，哎呀！